文琪，你说今年就剩最后三个月了，还会有哪些新车即将上市发布的？哼，我前两天正好做了功课，不然我跟你说道说道。今年呢，车市整体回暖，我最关注的呢就是各家车企即将隆重推出的两款车。第一款呢就是备受关注的国产福特 Bronco， 有望今年入华。它的外观呢还是延续了海外版的原汁原味，但是国产版将全系标配天使环的 LED 大灯。动力方面会搭载 2.3T 和 10AT 的动力总成。第二款呢就是即将面世的小鹏 X9， 作为一辆 MPV 来说，它的外观更像是拉高加长的轿跑 SUV， 设计风格相当之大胆。你们更